OK， 那就开始了。哎，先来个英文吗？有没有 ？OK， today I'm gonna talk about game server development in Node.js。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吧，英语就太屌丝了啊。我叫谢晨超，来自网易，是2006年加入网易的。大家应该还记不记得当时最流行的一部小电影叫什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哦，当时里面有一个城叫做圆环套圆环娱乐城，然后当时我们刚好做的一个项目叫做博客圈，然后这样的话就套了一下，变了一下，就叫做圈圈套圈圈。然后我们这里我做的话，基本上其实到网易前4年主要是做服务端 Java 开发的，然后近2年是转到游戏这边，然后我们是在去年11月成立了一个团队做 Node.js 游戏服务器开发，一直到现在。今天的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这几个月将近1年时间的一个工作的成果给大家讲一下吧，包括一些工作的积累，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即将开源的一个游戏开发框架。OK， 那进入正题啊。我今天讲的话内容分4个部分。首先的话是一个概述，主要是介绍 Node.js 与游戏服务器的缘分，还有它的一个运行架构。第二部分是框架篇，也就是介绍我们即将开源的那个游戏框架了。第三部分是实践篇，也就是介绍我们在游戏开发方面的一些实践的经验。然后第四部分很重要的是性能篇，就是我们性能优化方面的一些经验和一些数据的东西。 OK， 先进入概述。这里是列了一下 Node.js 的官方定义，然后标了几个关键词啊。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Node.js 跟游戏服务器有多么多么的匹配，看一下这几个词吧。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游戏服务器是一个需要非常非常快速的一个网络应用，而且它这个网络是非常非常密集型的一个应用，而且它对于实时性的要求远远高于 Web 应用，这几点跟 Node.js 是如此的符合，所以不拿 Node.js 做游戏服务器实在是太可惜了。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看一下几点优势吧。第一点，当然我刚才说了，游戏服务器是一个非常非常网络密集型的一个应用，它里面的网络的并发操作是非常非常大的，其实后面可以看到它的密集量远远高于一个 Web 应用，所以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利用它的 I/O 优势来达到我们的一个可伸缩性的一个优势。然后第二块当然是语言的优势，因为我们后面内容比较多，所以这块我相信大家都懂的就跳过了。第三块的话是多进程单线程的优势。首先说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今年 Google I/O 上有一个 HTML 游戏的一个视频，是 Carter McCandless 讲的，大概是 Grits 的一个游戏，是 HTML 的一个游戏。讲的是非常的精彩，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它这个游戏的设计还是比较简单的，尤其是从服务端的设计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单进程的 Node 节点。对于我们来说，就单进程来做一个 Node， 再怎么说也只能利用一个 CPU 是吧？基本上这个情况是很难做到可伸缩性非常好的。真正要做到可伸缩性非常好的方案，其实要不两种，一种是多进程，一种是多线程。其实这方面的论证是非常非常多的，早在 Node.js 诞生前 N 年前，网易的云峰其实也就论证过了，就是说由于游戏逻辑的复杂性，如果你用多线程的方式去做的话，会导致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 bug， 莫名其妙的逻辑其实是没办法调试的。真正一个好的架构其实是一个多进程单线程的一个架构，而 Node.js 的话是天生具备了这样一个，刚好是这样一个架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当然说了这么多好话，其实还是有点问题的，就是说在游戏逻辑里面的话是存在着一些 CPU 密集型的操作。这里大概列了2点，一点是比如说服务端有一些寻路的算法是很耗 CPU 的，还有是比如说人工智能的算法，但是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就我们这里其实做了很多一些优化的操作，包括一些分进程，包括一些算法上的优化，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OK， 那我们先进入我们这个 demo 啊。好，这个 demo 大概也不是太小，基本上是一个稍微比较完整的一个 MMORPG 游戏。
然后我们这里的 AI 大家也看到是稍微做了点变化，就是我进去的话这些怪物会围上来拼命的砍我。普通的 RPG 是不会这么砍我的，主要是为了演示起来看着比较爽一点。然后我们这里数值调的非常非常烂，但是从整个系统来说，这个 MMO 的完整性还是可以保证的，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游戏吧。就是有一些数值上基本上没什么，经济系统没有，然后但是我们装备系统、智能系统其他的，比如说我这里可以放智能，要点过去，放智能大概会比较发飙。然后地上可以掉装备，可以捡装备，大概的游戏 demo 是这个样子。我站在这会被打死，所以先退过去。OK OK， 这是我们的那个 PowerPoint。OK， 我们来看一下撑起我们这个游戏的一个架构吧。这个是一个运行架构，可以看到其实还是有点复杂的，就是客户端连过来的话是一堆 WebSocket 的长连接，长连接中间的话是一堆的前端服务器，也就是 Connector。 如果大家做过 Web 应用的话，应该可以跟 Apache 或者 Nginx 类比，也就是说它这个玩意是不干活的，它主要的任务是承载前端的连接，然后真正干活的话，它会把请求打到后端的应用服务器群。我们这里其实可以看到是后端有一个应用服务器群，这里的话最主要的是场景服务器，但是的话还会有其他很多很多的服务器，包括聊天服务器、状态服务器、登录服务器。其实真正线上运行的话可能有十类这样类似的服务器，然后是由一个 master 来统一管理这些服务器的。那如果大家做过 web 应用的话，可能觉得这个跟 web 应用差别也不是特别大，但事实上差别还是蛮大的，我大概列举一下吧。首先的话是短连接跟长连接的一个区别，就是说在 Web 应用里面都是一个基于 HTTP 的短连接，这样其实因为它请求的 Web 应用的请求要求的话差不多，我觉得两秒之内返回是比较合理的，所以这样的话它用短连接来做其实是可以达到很最好的可伸缩性。但是游戏应用是不行的，它必须用长连接，正常来说的话一两百毫秒必须要返回这个响应，所以我们这里必须有一堆长连接去维护这个连接。第二点是分区策略的一个不同，大家知道 Web 应用的话基本上是一个可以水平扩展的一个分区策略，也就是说我负载均衡的时候发现哪一个服务器负载比较轻，啪的就导到那个服务器。但是游戏应用是不行的，我们这里的话是基于场景的一个分配策略。我们这里前面也看到这一张图里面的话是有一堆的所谓的场景服务器，其实英文是写 area 啊，这个其实定义的话就是一张地图吧。最简单的模式也就是说我一张地图会起一个进程来维护。这样做的好处的话其实大家也想到，就是 99% 以上的游戏操作其实都是在地图内的一个操作。比如说两个人打架啊， A 跟 B 打架，那肯定是在一个地图里打架。那打一下我要减一颗血，然后别人要加比如说吃点东西加一点血。这些所有的操作如果是在一个进程内做的话，那全部是一个内存的操作，这个的话是非常非常节约资源的。如果我采用那个 Web 的那种分区策略，那所有每一次请求全部是一个跨进程的一个调用，这个是完全完全承受不起的。所以我们这个游戏应用的分区策略必须是一个基于场景的分区策略。那至于第三点的话，也就是通过第二点可以看出来， Web 应用是完全一个无状态的一个请求，但是游戏应用的话是必须是有状态的，也就是说我这个比如说这个场景的请求肯定是跟这个地图绑定的，也就是说我一个请求进来必须是要走到通过一个路要回到我原来那个地图上，是吧？我不可能说本来是在这张地图的这个请求到这张地图，然后哇下面一个请求跑到另外一张地图了，除非是我通过那个传送点传送过去，所以这样的话是整个是有状态的，这对游戏应用的可扩展性是影响非常大的。然后至于第四点的话是请求 request response 模式跟一个广播模式的一个区别。其实我们知道 web 应用的话基本上是一个请求跟 response 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我发一个请求，然后服务端做了一些事情之后直接 response 回来就 OK 了。但是对游戏应用不一样，就是说我很多的请求我必须要让其他玩家立马看到，比如说我在场地上走几步，其他玩家必须
所有在场景里的玩家必须看到我在这里走，那这样的话我必须有一个广播的操作。事实上在游戏应用里面会有大量大量的广播，基本上所有的响应回去都会要广播给其他玩家，这样的话对网络的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也导致它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网络密集型的一个应用。然后最后一点的话是请求驱动跟那个驱动跟 Tick 驱动的一个区别，就是说我们 Web 应用的话只有一个输入源，就是一个用户的输入，不管是鼠标点击或者键盘最后提交过来的话就是一个 post 或者 get 请求，但是我们这个游戏应用的话除了一个 request 请求之外还有一个是基于服务器的 ticket driven， 也就是刚才看到的我不是怕被服务器打死嘛，其实我没有做任何的输入，但是这个服务器是有一个时钟它在跳的，每100毫秒会跳一次，大概跳到这个时间发现我站在这里几下就把我给打死了，那这个就完蛋了。所以这里的区别就是我们除了一个 request 驱动之外还有一个是 tick 驱动的一个模式。 OK， 讲完了这些区别之后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架构其实是有点复杂的？确实是有一些复杂性，那怎么解决这个复杂性呢？其实因为我也是做 Web 应用做了这么多年，大家应该知道就是 Web 应用里面解决复杂性最常用的其实是第一是它的容器，第二是用它的一些服务器的框架来 减轻这个复杂性。其实我们做游戏服务器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一个框架来支撑这个复杂的一个架构，所以这里我们必须有一个框架。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有的一些框架吧。在 Web 应用里面我随随便便列了几个，完全是不全的，反正就是各种语言随便列了几个， 一大堆开源的框架摆在那里随便你用，但是在游戏服务器这边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少了。这里稍微列了几个，这个 Redraft 是 Sun 开源的一个游戏服务器框架，但是很不幸这个项目被停掉了，因为确实架构设置上也有些问题，然后用户也不是太多。SmartFox Server 是一个商用的一个游戏服务器框架，当然它最近推出了一个免费版，但是一个的话它要钱而且不是开源的，另外的话它这个架构设置的我们认为也不是特别的好。第三个 BigWord 大家应该知道大名鼎鼎而且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当然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原因是它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贵，而且消耗的硬件资源也是非常非常大，就它这个分区策略比我刚才那个分区策略还要复杂很多很多，还有一些动态负载均衡的东西，但是这样同样也会导致大量的跨进程的请求存在，所以它会非常非常的耗资源。这样的话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游戏开发框架上还是有一些空白的开源框架，幸好的话一个月之后有一个开源框架会发布出来，这个框架叫 Pomelo， 而且是 Node.js 做的。大家知道 Pomelo 什么意思吗？英文查一下是柚子，反正我们这个 logo 是一个切开的柚子，差不多只是借一下某些苹果某些那个水果公司的光吧，只是随便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OK OK， 那这样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框架篇。要掉一口设计过这个 logo 有点难看而且太像了。 OK，这个是我们这个框架的大概的组成部分，上面一部分的话一部分是库，另外一部分是工具。库的话其实我们写了大量大量的库，包括一些人工智能的，包括那个寻路的一些算法，包括数据同步和一些 schedule 的库。然后工具方面的话我们有 admin console， 然后有一些负载的压力生成工具，然后还有那个命令行的工具，但是这些东西说实话今天都没有时间讲，今天要讲的是下面这一块，也就是我们的框架本身，就是真正框架核心这一块。就我的定义来说的话是一个高实时多服务器的一个应用框架。怎么说呢，就是说光这个框架来说其实跟游戏的关系不是特别大，它是一个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 Node.js 最流行的是什么应用，大家都知道最开始写的就是一个聊天室嘛，是吧？聊天室的话一般都是基于 Socket.io 来写的， Socket.io 写出来的话一个它有原生的 API， 然后它写出来的本身就是一个单进程的一个架构，可扩展性的话还是值得考虑的。但是如果用我们这个框架去写，其实
我们也写了一个这样的 demo， 大概几十行代码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可扩展性。几十行的代码，很少的代码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可扩展性和一个横向扩展的一个聊天室，就是一个 IRC 的圈的这样的东西。OK， 那我们进入框架的一个详细的解释吧。首先是设计目标。设计目标的话，第一点是服务器的一个抽象，也就是进程的一个抽象。其实我们前面也看到了，这里的服务，游戏的服务器类型多达十类，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管起这个东西来。Web 应用是完全不用做这个事情的，我们也知道 Web 应用里面的话，所有的服务器都是对等的一个无状态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根本不需要一个东西来管它，我只要前端的 Apache 或者什么进来，随便一个负载均衡导到一台服务器就 OK 了。但是我们这里必须要管起这个服务器的进程。那管起这个进程的话，首先我们这个服务器的类型要很容易的扩展，其实我们也知道刚才有可能有将近十类的服务器，然后完全有可能马上加一个新的服务器，那我必须这个服务器的类型扩展非常非常灵活。另外的话，从横向来说，就是我们这个场景服务器，比如说现在九台，过几天可能变成十台，变成十一台了，那服务器的数量扩展也要做得非常非常的灵活。所以这里第一块的框架目标是服务器的一个扩展，然后第二块的目标其实是请求跟响应的一个扩展，这个其实是大部分 Web 应用干的事情了，就是 Request Response 模式，然后里面的 Session 管理啊，然后什么 Filter 的机制啊，其实这块我们也都实现了，只不过是基于长连接来实现的。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是广播，前面也看到了，广播其实我们这里是很重头的一个东西，就是会存在大量大量的广播，这样的话针对广播也做了一些 API 的扩展。然后第三块其实是服务器之间的一个扩展，我们也知道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服务器类型，服务器之间的话必然是存在着一些通讯的，虽然我们尽量让这个通讯减少，但是还是会存在的，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个 RPC 的框架来支撑这个服务器的扩展。所以这样的话是三部分的内容。首先我们先进入一个服务器的一个扩展，服务器的话我们这里先划分成一个前端服务器跟后端服务器，这个 master 可以忽略掉啊。前端服务器的话其实刚才也说过了，跟 Apache 类似，它自己不干活的，主要的话是用来承载连接，然后会维护一个 session 信息，然后把请求导到一个后端服务器。但是不同，前端服务器是什么？用的什么？前端服务器也是 node.js， 因为我们后面要说，就是前端服务器不同的话，我们会有大量的广播存在，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用 node.js 导回去。而且后面也看到，其实前端服务器的负载非常非常的不轻，其实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它有大量大量的广播都要发回到客户端。然后后端服务器的话是真正干活的服务器，其实也看到了，就是各种各样类型的服务器都可以归为后端服务器。后端服务器的任务就是自己干活，干完活之后可能有一些 RPC 的调用，然后完了之后把这个请求给导回去，导到这个前端，前端服务器，前端服务器再发回给用户。这个就是前面的解释。然后这里是做了一个比喻吧，大家反正都是做 JS 出身的，应该都知道动态语言的面向对象的一个设计吧。最常用的一个比喻就是所谓的鸭子类型嘛 ，duck type， 也就是说我这个对象我叫的像鸭子，然后动起来像鸭子，那就是一只鸭子嘛，是吧？然后我们这里服务器的设计基本上也是这个原则。服务器其实本身也就是两类接口嘛，一类是用户的一个输入，另外一类是 RPC 的一个接口。其实我只要这两类的接口动起来像一个，比如说像一个聊天服务器，叫起来像一个聊天服务器，那我就是一个聊天服务器，所以基本上是用这个规约的规则来实现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实现的一个场景吧。差不多我们这里红框框出来的是服务器的一个类型，其实实现就是一个文件夹。然后这个聊天服务器下面我们看了一下，有两类文件夹，一类是 handler， 一类是 remote， 其实也就是决定了这个鸭子的两类行为。Handler 是决定了这个前端的请求是怎么访问的，然后那个 remote 的话是决定了这个 RPC 这个请求的一些接口。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是零配置，基本上后面还会有一个简单的配置，但是这个 Handler 跟 remote 是完全零配置的，就可以实现我们这个服务器的扩展。这样的话我可以把所有的代码都写在一个项目里面，然后如果我需要增加一个服务器，我很简单，只要增加一个目录，然后在里面填一下 handler， 填一下 remote， 立马搞定。这样的话基本是
服务词的一个抽象，当然说过了，就是这里还是需要一个配置文件，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就我们这里的话很好理解，上面是服务词的类型，其实就是跟前面的那个文件夹是对应的，然后下面的话是一堆服务词列表，我要扩展一个服务词就在那个下面的 JSON 加一个加一类服务词就行了。如果我觉得服务词不够了，那我看现在这个速度里面只有两个服务词嘛，我要扩展成10台，那就加10个速度，就立马就可以实现扩展了。基本上这是服务词抽象这一块，然后下面是请求的抽象这一块。因为今天内容比较多，所以我是希望用一页的 PPT 就把这个讲清楚。后来我发现这个并不难，因为大家都是做 Web 应用做的很多了，就是这个一眼看过去很像什么东西，很像一个 Web 应用啊。而且这个规约的规则有点像 Ruby on Rails， 只不过我们这里外面套了一层，所谓的 chat 的话是服务器，这样的话它会导到某一个服务器进程然后再导过去。我们看一下这个客户端的请求，做的非常像一个 AJAX 的一个请求，所以任何做 Web 开发的人拿来用的话非常非常简单。然后服务端的话是一个方法的调用，就是根据我们这个 root 的规则最后一个字母来生成的一个方法调用，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看上去很像一个 MVC framework。 当然这个我们这里唯一的区别是后面有一个参数是 session。正常的 Web 应用 HTTP 的话是 Request Response， 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长连接，所以我们这里的参数是一个 Session， 其他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当然我们也实现了 Filter、Session 之类的机制，因为今天时间关系不展开讲了。后面的话是我们这个 RPC 的一个框架，其实跟前面看着很像啊，基本上也是一个基于规约的一个实现。这样的话我可以自动的路由到某一台服务器自动的调用，但是然后我们没有任何的配置，只是一个字符串的一个调用，这里有文件夹跟方法调用的一个对应。这个底层的实现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但是如果讲的话一页 PPT 其实很清楚了，就是这么一个实现，它会自动路由到自己想要的一个服务器。 OK， 然后再讲框架的下面一部分是广播。广播的话其实应该看到了，这个是非常密集的一个操作。大概我们这里的 API 也比较简单，是分两类，一类的话是没有命名的一个 channel， 就是直接通过一堆的 URL 宿主推送的，另外一个是有命名的一个 channel 操作，这个其实也不展开讲了，主要是稍微看一下这个实现。其实这个实现很土也很简单，主要的话因为这个操作实在是太频繁了，后面的话会有很多很多性能的问题，所以我这里是埋好伏笔，因为后面性能篇的话会讲得多一点。所谓的 channel 其实在内存里面实现就是一个 UID 的数字嘛，无非我真正要做的其实就是把这一堆的 UID 解开，然后一个一个往外推送消息，是吧？但是我这里经过了一个 connect 层，这样的话先做一个 regroup 操作，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是100个 UID 其实分布在两台的 connect 服务器上，那我要进行一个分组，比如说每前一个 connect 上发现有50个连接是在这里的，那我就打到这边，然后另外一个50个连接会打到下面，这样的话是一个 regroup 操作，只要两次消息发送就 OK 了。然后在前面的话是一个广播操作，广播操作是一个硬的东西，没有办法，也就是说我一条消息要推送给100个用户，我必须发100次，没有任何的办法，所以这里的话会有一些性能的问题。 OK，框架就讲完了，然后下面是进入一个实践篇。实践篇大概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游戏 demo 的一个东西吧。刚才没说，就客户端的话我们是基于 HTML5 做的，正大家也看到目前我们用这个 Chrome 来跑，基本上可以跑满帧60帧满帧的一个东西。至于的是我们另外一个组的一个 HTML5 开发框架，也是即将开源的，叫做 Colorbox。然后服务端的话是基于 Node.js 来做的，也就是基于我们刚才的开发框架，其实代码量不算太少，大概客户端服务端各6000行的代码吧。开发的时间，第一版的开发时间非常短，差不多是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当时是普林给我打电话说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6月30号的那个 Node Party 啊，当时我们那个游戏 demo 刚刚开始开发，我说没问题啊，然后就去了。事实上的话6月30号的时候这个东西确实出来了，因为我对我们这个框架有信心，因为前面这个框架搭好了，其实后面的开发虽然看上去代码量比较多，但是实际上开发起来这个东西是很顺的一个东西，
基本上就三两下就 OK 了。然后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主要讲的是一个移动的一个逻辑吧，差不多是这样一个东西，就客户端的移动的一个操作大概要经过哪些逻辑。其实这里写了六步，首先的话是客户端会发一个移动请求到 connector 会把这个请求转到一个场景服务器，场景服务器里面是有一个 handler 来处理这个移动的请求，完了之后的话它会发一个广播了，发回去就是一个广播，广播完了之后客户端其他的玩家接到这个广播的消息就开始播放这个动画了。这里的话六步里面其实136这三步是需要我们开发者去填自己的代码的，大概稍微看一下这个代码，这个代码比较屌，差不多只是带入了一下最简单的这部分，因为如果全拿出来的话是有点乱的，基本上只是看了一下 API， 就是我们这里的请求就是完全很像一个 AJAX 的一个请求，发了一个移动的请求，然后前面做了一个寻路操作，我把那个寻路的路径给直接推到服务端，因为服务端要做一些校验的工作，然后服务端收到这个请求之后是一个方法吧，它校验一下路径，然后 handle move 这一步也没有具体写出来，因为涉及到一个 tick 的操作，这个稍微也有点复杂，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其实它就是广播，就是把移动的一个消息直接广播给在场景里面我看得到的这些玩家全部给广播回去，广播完了之后的话就 response， 然后 next 一下，这个 next 是为了 filter 操作，这个就不展开了。然后在后面那一步是客户端的那些玩家接到这个消息，然后就开始，这个是客户端的 JS， 就是收到一个 on move 的操作，然后我开始播放那个移动的动画，看上去移动的操作很简单啊，不过反正我今天选的这个例子有点那个，其实这个移动的操作并没有那么简单，这里只是把最简单的一个逻辑给列出来了，今天大概列举一下复杂性吧。首先的话是不同的输入源，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玩家的一个输入的一个移动操作，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刚才那个树怪在那动嘛，过来打我，那这个是服务端的人工智能在驱动的 AI 驱动的，然后另外的话这个玩家自己本身也会有一些 AI 驱动，比如说他收到一个请求操作，比如说去追一个怪，追一个怪的话我点完之后其实服务端的 ticker 会跟着这个玩家去跑，其实这里也有一些 AI 的操作，然后另外一个又是很大的一个话题了，就是怎么样达到一个平滑的效果，因为网络延时引起了我们这个请求可能会看上去有点卡，就是说我移动一下然后如果服务端响应了再回来操作的话，那我这个移动起来是很卡的，那我必须要做一些客户端的预测，有了客户端的预测的话会导致客户端跟服务端不一致，这样的话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是运动补偿这一块，如果展开来讲其实有大量的 paper 是这一块展开来讲估计内容也比较多，所以先这样跳过。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怎么通知，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如果说我们整个场景比如说有1000个玩家我全部通知的话就是1000条消息啊，这个是没办法忍受了，所以我通知的话是通知看得见我在移动这些人，这样的话其实是有一个算法，这个叫做 Area of Interest 是 LI， 然后我们这里服务端是实现了这么一个算法，大概是一个库，大家如果不用我们的框架也照样可以用我们的库去实现这个 LI 的一个算法。 OK， 实践篇讲的比较简单，因为我们要把时间留给那个性能篇啊，因为这个性能篇是大家问的最多的，很大情况下大家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个东西上线了吗，第二个就是你们这个东西性能怎么样。首先回答一下，我们这个系统不可能上线的，因为在网易的话一个大游戏的平均开发周期的话是3年到5年，然后3年前我相信 Node.js 在哪里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做的其实是压力测试跟我们自己的一些自己优化的一些经验。首先这里的参数大概讲了一下，一个是最大在线用户，另外的话是响应时间，这个就不展开说了，另外的话到底我们测的时候是基于一个场景测呢还是整个游戏来测，其实我们这里是基于一个场景来测的，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更准一点，因为整个游戏来测的话其实是跟这个游戏的设计好坏有关系的，比如说我这个游戏设计的场景很不平衡，
所有的玩家一股脑的全部挤到一个场景里，那这个每一个场景的负载相当于这个游戏的负载了，那这个是游戏设计的问题，所以这单场景可能更加准一点。然后这里的话还有一些变化的因素其实很大的，比如说我这个游戏是计和计时制的还是回合制的，这个消失的请求量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话会对游戏的性能影响非常非常大。另外的话，那个比如说地图的大小会影响我们这个玩家的拥挤度，拥挤度不一样的话，我广播的数量不一样，其实对性能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当然我们在测试的时候有一些思考时间啊，然后有一些请求的一些行为也是有关系的，就是说我这个人到底是一直在场地里漫游什么事情都不干呢，还是拼命打怪，这样的话肯定是请求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一个在线数据，上面是 NextGen 是 Erlang 做的一个在线游戏的一个架构，它号称单场景能支撑20000个并发请求，20000个在线用户，不是并发请求啊。这样的话我们很好奇，就大概测了一把 Socket 点 IO， 可是今天 Guillermo Roach 不在现场啊，所以这个数据不知道给他看了什么结果。大概是 send 的时候可以支撑到25000，就是直接发字符串，如果 emit 可以支撑到23000，就单 CPU。 然后后面的话是一个广播的一个操作，广播的操作的话是发了400条。简单点说一下区别，就是前面这个的话是我发一个服务端一个 hello， 然后 hello 之后服务端返回给我一个 word， 那就是一对一的一个响应，可以支撑25000。广播的话其实就是我向一个服务端发一个 hello， 然后客户端不是有400个嘛，他就会对400个用户一个一个发这个请求，这样的话到底有多少请求呢？这个我记得 Mozilla 的 Rob Hawkes 好像是画了一些比较形象的一个图，表示这个消失量有多么多么巨大，当时我们也算了一下，400×400、啊、大概16000个消失量吧，好大。后来发现算错了，是160000，所以这个消失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真实的数据了，后面这个反正什么游戏就不说了，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个数据，真正在线的一个数据的话，差不多单个场景能支撑到1000个在线用户已经相当不错了，所以我们这里的目标差不多也是单场景在线是1000个用户。首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工具吧，因为我们看了一下所有的压力测试工具基本上都是基于 HTTP 去做的，很少是基于 WebSocket 的长连接去做的，这样的话我们简单做了一个机器人的工具，反正这个也是单独的一个包，大家可以直接拿来用，基本上是一个 master 下面有一堆的 agent 的话相当于是一个进程下面管理了一堆的机器人，然后下面一些逻辑，然后就可以连了一堆的 WebSocket 上来，然后在那打人打怪行动之类的。然后这个是一个测试控制台，后面应该会有更详细的一个结果的介绍。然后这个应该跟昨天新浪的王大兴的 UI 非常非常像，但是我们这个不是基于 Node， 这个叫啥 WebKit Agent 是吧，不是基于 WebKit Agent 做的，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些需求要定制，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是把 WebKit 所有的 JS 给拷过来，然后自己稍微改了一下。然后压力测试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差不多思考时间2到4秒，然后这些怪物的话就这些玩家在场景里面跑来跑去，然后打怪，然后捡宝。CPU 的话好像比昨天的机器稍微好一点，也不是最好的那一批，差不多是24核的 CPU， 然后内存的话是48G。然后这个是最早做的一个压力测试的一个界面，相当相当的恐怖，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玩意儿太直了啊？太直的结果就是一堆的广播消息，所以后来我们换了一张地图，稍微比这个大了很多吧，这样的话就这个玩家稍微分散了一点，分散了之后的话这个效果稍微会好一点，而且我们觉得这个更接近于真实数据吧。大概测试进行了5轮左右吧，然后在线用户从200提升到1600，当然这个1600后面有个点点点，表示还是有点故事的。然后响应时间的话，现在其实200毫秒已经差不多了，这里写的是300，
大概解决的问题列举一下比较多吧，包括客户端的 HTML 内存泄露，然后寻路方面 AI 的一些优化，然后数据太大的一些减肥，然后有一些数据没清掉导致了 Socket IO 的空转直接把 CPU 给搞上去了，然后有一些 API 的应用可能有些问题，然后最近我们做了一个是把寻路的进程给分到一个单独的进程上去了，这样做了之后效果好很多。然后最后是广播，今天因为主要还是讲广播。这个是当时截的一个图，大概是200个人在线的时候 connect CPU 100%，大概看了一下下面这个，不过看一下 CPU 是不到100%的，因为这个问题是如果真的 CPU 到100%我们去做 profile 的话基本上这个进程就死在那里完全不动了，所以是截不到的，这个截到的是差不多 CPU 60%-70%样子的一个图。我们会发现这个 encode packet 其实占了很大很大的一个代价，而且这个 connect 我们当时都很奇怪怎么会 CPU 这么高。 OK， 我们回到这张架构图看一下什么问题，还有3分钟。首先第一个问题的话是 tick， 我们后面的话是做了一个 tick 的操作，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实时推的，就是做了一个消失合并，前面是50毫秒推一次，后面是100毫秒推一次，也就是说 很正常的情况就是在100毫秒之内可能出现了10条消息或者是100条消息，但是我通过一个 tick 推过去的话我只要一条消息推过去，当然这里面会导致一些时间的误差，但这个误差是可以允许的，这样的话我们做了一个 tick 的优化。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序列化，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现在 RPC 后端也是用的 Socket IO， 它这个 emit 干了什么事情，我发过去是一个对象嘛，对象的话它首先序列化成一个 JSON， JSON 的话会放到这个 connect 上面， connect 发现这个 JSON 之后解包出来变成一个 object， 然后再广播给客户端，然后又要序列化成 JSON， 然后再广播给客户端。尤其是最后一步啊，就一条消息，如果广播给100个人的话，我要序列化100次，这个代价是比较大的。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其实我们也看到，这 Connect 不干活的，只是一个中间人的一个角色。客户端过来的时候我们想一下这个 Apache 什么是怎么干的，他只要把这个 head 给解开，然后这个 body 是什么我不管了，我只要 head 解开然后给引过去就行了，这样的话我们需要一个包的格式来把这个 head 给解开。然后后面的广播的话其实更简单了，我们根本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我们直接发一个字符串回来不就行了吗，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序列化跟反序列化了，所以这样的话是做了两步，前面一步的话是有一个加包的一个操作，然后变成一个有 head 有 body 的一个包，然后直接变成一个字符串呜呜发过去。服务端广播的话先做一个 string file 变成一个字符串，然后发回来都是一个字符串，到了客户端再把这个解开就 OK 了。这个是我们设置的非常非常土的一个包格式，差不多就是前面四个字节是一个消息 ID， 然后后面一个字节是一个消息长度，然后在上面是一个 root 的一个字符串，后面是 body 就是这个 JSON 对象，这样的话我解开的时候只要解开前面这个 head 就可以了，直接拿到这个 root 我就知道找到那个服务器了，后面的就完全不用解开了。 OK， 这样测试之后的一个结果1600人在线，相当相当牛逼啊，比那个线上的数据还 好很多呢，大概平均的响应时间也就200毫秒，偶尔的话会跳到个400-500毫秒，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下会跳到个500-600毫秒也会有，但是这个在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玩网游偶尔卡一下也是允许的嘛。正常来说这个图已经非常非常漂亮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CPU 的占用状况，牛逼吧，才 35%， 哇靠 Amazing， 还可以加还可以加，问题是 No，这里出了什么问题呢？其实是这样的，就我们这个场景里面1600个玩家，然后上面有几个怪物，300个怪物，情况怎么样呢？就是一开始大家拼命的在那砍怪砍怪，呜呜呜，全部死光了，死光了之后干嘛？这些怪物就在那冒出来，冒出来一个砍一个，冒出来一个砍一个，剩下的可能很多玩家都是不干活的，就在那散步散步散步，这样的话自然这个负载就低了。后来我们发现这样测试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稍微改了一下，改完之后的话是800个人在线，就是这种情况是两个玩家可以互砍，因为怪物不够嘛，这样的话就是自相残杀，就是拼命的自己打自己，然后砍光为止，拼命的砍，
这样的话这个负载只能支撑到800。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两个玩家互砍，可能会导致这个玩家集中在一个区域里面，这样的话广播代价可能会高一点，但是差不多是支撑到800个，就是其实是这两个数据权衡吧，一个800一个1600，我觉得真正的数据只有上线了才会比较准。然后这里的服务器负载差不多80%，我们发现这个是比较保险的一个值了，在往上升的话非常非常危险，所以差不多这个结果是800个人在线。这样的话后面是我们的一些 to do 的一个列表，差不多有一些性能优化的事情要做，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文档现在还没有非常努力的试写，然后还有我们的网站也在建设之中，大概希望的开源时间是2012年的11月吧，大家敬请期待啊。OK， 谢谢大家。哎，因为，哦，对不起，我在说话。Sorry。你说。啊，好，因为咱们有点超时，咱们这个 Q&A 要快一点，然后午餐已经准备好了，午餐之前咱们还有5份奖品要送出去，所以有问题大家尽快。两个问题。因为后面下午还有 panel discussion， 所以你们可以尽情的砍他。对。哎，后面有人要提问。就是我有一些问题了。第一个就是你如果开发游戏的话，经常要更新版本吗？你这个热更新是怎么做的？第二就是数据的存储你是怎么考虑的？因为同屏的时候要展示武器，因为它的形象不一样嘛 ，avatar 是不一样的。那这些数据的话，存储是还有它的 level 啊。它的血量啊，这些存储是怎么思考的？行，那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没有做，这个基本上热部署是非常非常难做的，尤其是游戏这种有状态的情况下，热部署的话很有可能导致逻辑的错误，所以我们现在最简单策略就是如果要更新吧重启。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数据管理那一块吧。数据管理的话我刚才说到了，其实我们这里有一个 library 叫做 DataSync， 是专门管理数据同步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数据其实都是在内存里面的，而且比如说两个玩家对打，所有的操作其实都是内存操作，最后同步到这个数据库里面，其实是有一个 DataSync 模块，大概目前大概是半分钟的样子同步一次，就是会把这个数据刷回到数据库。然后数据库的存储现在我们用的最简单的就是 MySQL， 我们觉得因为这个 demo 以后也会开源出来嘛，这样的话我们觉得依赖是越少越好，而且目前来看 MySQL 问题也不是太大，没有必要再加 Redis 或者什么东西太多的依赖。就是那我们想你那个 DataSync 是个扩展是吧？那你是一个 library， 你可以跟我们框架一起用也可以单独用。那你这个其实这个 API 有点像 Backbone 点 JS 这个 API， 只不过我们这个是异步去刷的，有点像。那就是你那个存在内存里是通过 Node.js 去管理这个内存吗？还是通过什么管去管理？Node 点 JS 自己管的，但是它这个是异步刷的，而且数据库操作本身就是异步的。我们测了一下，反正压力测试都没有发现这方面有瓶颈。那你测过内存的压力测试吗？内存如果上升到一定高度的话？内存如果报到其实不到1000兆，昨天黄达新是说1000兆，大概我们感觉800兆以上，这个 GC 就拼命的 GC， 基本上就是属于挂的一个状态。这里还是有点问题，我觉得如果用 Node.js 管理内存的话，这个怎么办呢？现在要做的其实就是数据量的问题。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内存泄露，然后光这样的数据量的话，其实是不可能达到800兆的。目前唯一的问题就是内存泄露。比如说我们当时 Socket IO 的空转的话导致这个请求拼命的往前发，然后其实前面已经断开了，然后导致这个内存非常非常高，正常情况下的话不太会内存超过那个范围。可能会，如果可能会的，如果可能会的话怎么办？那如果真的可能会的话，你们两个要不After party 你们可以畅谈2个小时。对。好，那再最后一个问题吧，有吗？最后一个问题好吗？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抽奖，抽完奖就吃饭啊。这边有。好，我想问一下你的框架的耦合度是不是很高？耦合度是不是很高？框架如果光这个 framework 的耦合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这里其实框架的代码也就是2000多行，我们这里前面的库的代码可能比框架的代码还要多，这里的库的话可以随便去用，然后
有一些工具，比如说亚历特斯的工具，其实也是独立的，这些工具都可以直接去用。当然，如果用我们的框架的话，肯定是有耦合度的。好，那我们谢谢圈圈套圈圈哈、啊，今天。